数十只渔船一字排开，场面浩大，准备出海绕境。苏澳区渔会恭请在第三座庙宇一同搭乘海巡署宜兰舰，也邀请全国模范渔民共同参与祈福活动，再由当地36艘渔船伴随出港，一路航行到宜兰龟山岛海域。全国渔民节是渔业界一年一度的庆事盛典，暌违五年再度回到宜兰举办。今年适逢南方澳港建港95周年，特别以环保公益为主轴，不放烟火，并举行渔特产品义卖，将所得捐赠给社福团体。这个海洋啊，是一个清气的海洋，咱渔业才会当永续经营。所以讲，我一直伫提倡即讲，爱惜吼咱的海洋，爱维护着咱海洋的清洁。全国渔民节以这场海上绕境活动画下完美句点。透过壮观的祈福场面，除了希望带来渔获丰收，也希望保佑渔民出海捕鱼顺利平安。谢宜兰综合报道。